大家好，我是阿忠。中秋节快到了，今天可以不包馅，也可以包奶黄，也可以包咸蛋黄，都可以。好，我们把它装入盘中，这样我们这一份做法简单营养健康的中秋美食制作完成。大家看一下，色香味俱全，看着真是非常的有食欲，而且老少皆宜，无油无糖，非常的健康。好，我替大家看一下，大家看一下，非常的软糯啊。好，我替大家尝一下。山药夹杂着蔓越莓的香味，混合着豆沙的甜味，真是太美味了，非常的好吃。好，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分享到这了。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，请动动你发财的小手，帮忙点赞、转发、收藏，非常感谢你的支持。我们下期再见。